萝卜，还有香甜的糖葫芦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科尔他妈，你们家孟科又出席了。什么？科尔他做什么了？刚才我到集市上去，看到孟科正在模仿小贩的叫唤。是的，我们也看见了，他将来肯定会做生意。这样啊，我们住在集市边上还是不行，我还得搬家。为什么你这么担心啊？我们觉得他很聪明耶。
别去学堂，都没有人陪我玩了，好吗？我们去山上玩吧，去捉小鸟，抓蝴蝶，走喽。南北，偏西东，此四方。